陈玲珑包包捡黑人恩典拍，自爆很干，随时乱喷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比较那个，哦，对，创口贴，就是最近可能有一点受伤，可以稍微听一下。这个是墨镜，对，我觉得墨镜是不可少。唯一浓浓搜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包。偶像练习生四位人气成员日前接受中国时尚杂志搜包，调皮玩起交换包。浓浓的包包看起来最有学生味，眼尖粉丝发现根本是老板娘范范的演唱会周边。隐形眼镜在工作的时候会用，可是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可能一工作完隐形眼镜太干，你就拿下来，你就戴一般的眼镜，这样会比较舒服。第一次我戴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初期在做使用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要30分钟。眼药水其实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我的眼睛的待机时长不能太久，就是我是医生是说我是属于干涩型，我觉得最好用的来了。我发专。你喷太多了。嗯哼，浓浓真的很怕干。其实我从北京来到，我从台湾来到现在北京待了将近3个多月，然后没有下过一场雨。对我来说，呼吸道的部分不适应，免疫力比较下降，很常生病，然后一生病都是将近1个礼拜以上，疯狂的去打点滴才会好。